是职场生活剧情越来越精彩，暖男徐志远跟念雅冷战，让念雅不知所措。他完全不接我电话，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啊。你觉得一个合格的男朋友需要做些什么事情？念雅身体不适，竟然还遇到火灾，应该有关火啊。前面火势好像很大，很可怕。雅雅。